这个年轻人啊，不讲武德。今天呢，我们约了一个老大哥出来看料子啊，他还没有到，我早上还没吃饭，肚子有点饿，我们去这个缅甸餐厅啊，吃一口饭，边吃边等，走。蛋炒这个。这个饭都上了，怎么这个人还没来啊？我们吃一下啊。哎，李哥，人来了没有啊？在玉城啊，我在那个雪鹰拉菲萨。对，对面的餐厅。OK， 好的，哎。他那边脱不开身啊，他派着马仔过来的。等一下就到了，我们看看料子。喂，你到了吗？你在哪里啊？哎，这里。哎，你好，王哥介绍过来的啊。哎，拿凳子坐这里。阿梅，收一下吧。啊，收一下吧。好点了啊。啊，收一下。好，谢谢啊。拿过来了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啊，然后拿上来。这是一块南旗的色料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皮壳还是挺好的，挺紧的。这边呢有一些松花的表现啊，这边呢也有松花的表现，它插的比较小啊。这个料子我们还可以扩的，啊，这个位置还可以把它扩大，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袋子啊进去有多深，它价值呢才好估量。之前已经是谈好的价格，这个多少？这个一口才6万块。六万？对，不是这个价吧？之前说好的。哎呀，有人给了比这个还要高。之前谈好了五个的。没有，好的，我看一下嘛，这个都是好的呀。我给强哥打个电话吧。好吧。我给强哥打个电话。喂，强哥，啊，这个色料怎么说？之前咱们不说好的这个价格吗？哦，那好，那你跟他说吧。哎，好嘞。啊，价位呢？这边贵点，这点那个，这边咋说？啊？但是最近6万块钱一口价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们已经说好了嘛，白卡给你，白卡给你6个就可以了嘛。白卡给我。不行，真的不行，少一分都买不了。我们说好了，他刚才答应我了。没有，哎呀，别挠头啊！这个东西你，哎，真的，你看一下吗？这个不按套路做呗。你好好做嘛。行了，白卡我给你，手机码给我。这个东西说的就不好了。那因为这个强哥嘛，我们也之前也都说过嘛，他的价格都给我看过啊，你看。我们都聊好的价格了，但是1万块钱啊。没有，价格都聊好了。他刚才没跟你说吗？没给我说。我给你转5万零600，你白卡的拿。
啊，拿白卡就行了。那、好 ，OK 吧 ？OK。微信。啊。OK。OK， 转过去了，好好看一下啊。OK OK， 到了吧？到了到了啊！说好的价格，下一次合作好吧？不能那个坐地起价、啊，好朋友的不是了，这样的话好不好？嗯 ，OK， 这个就我的了啊。那就我走了哈。嗯。下一期再见哈。好好好，有好料给你打电话。OK， 嗯，拜拜，慢点啊。吃点饭吗？不用，吃饭。吃过了，好的，慢点啊。哎。这个年轻人啊，不讲武德，竟然跟我坐地起价，跟我演无间道。不过缅甸人嘛，他也是为了生活啊、也是生活所迫嘛，这个我们也能理解，也是看在强哥的面子上嘛，给他一个台阶下。做生意嘛，还是要诚信为本。OK， 我是玉雕师张忠尧，分享雕刻与生活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加关注，回去切料。